啊，对阿毕总统有始有终，自头至尾，对前对后，甚至我鼓励讲来高雄，无人敢甲你顶当着，我第一组敢打包票，安尼尔尔。啊，今年的议员做到无能为力啊，都拢局者也甲我骗。但卖着讲伊拄着蔡文总统要甲讲，讲到到尾后，咱还是讲同款，讲这特赦权是总统的手头吼，爱甲尊重我。啊，就是假骗你啊！啊，骗你就好，我来甲问啊，我问伊会着呢？因为总统府的经费预算是伫立法院咧审呢，你必须得代表总统府来遐咧预算，我绝对甲你问，你当时骗我安怎？你当时安怎甲我讲？你当时啊，毕总统伫受苦受难的时阵，叫你甲作证，你讲哦，这个议会啊，这一瞬袂当去。啊，结果迄是单位一巡啊，毋是你市长的总一巡呢？你无要去啊，无要去作证啊，无要作证，你就牵手互爱的，一条钱送过来啊。毋是阿扁总统本人去，那就伊200万互我嘛，毋是一个阿三讲叫我毋通讲即条，我天天爱讲，我再袂使讲真。太讲安尼咧，我就会闹气啊，恐惊伊影响到伊支持的立委有闹摕到钱嘛？讲啊，这以后莫讲，较袂对民进党伤着，摕人的钱惊伤着。牵手，我的钱毋是阿扁总统摕，我拢叫别人交代我。牵手互爱学一条啊，开过伊啊，10万6啊，迄毋免几千万来开。你甲看，我问互你听，我毋是咧闹鬼哦，我是咧讲阿扁总统即个问题哦。会请假请假，无人要作证啦。啊，毕总统法官讲无，我过来甲传了无。啊，毕总统亲身讲我听，我唔免啦，伊若甲无要来做就唔免啦。过局者啊，我伫议会甲质询啦。我你怎无要做证？讲啊，迄天就拄啊讲要有议会，我讲单位质询，咱你市长啥物牵连啦？都毋是总质询个。伊讲啊，若个传我怎来？啊，毕总统无交瘾传伊啊啦。这给我来甲问，啊无下输，安尼你免转给我，给我伫遐伫我呢在报出，我等电台讲恁的唔信嘛，讲我这家讲的，拢咧替阿扁总统讲话嘛，偌济人嘛是拢讲我咧替，摕着迄200万咧讲话，啊我咧，我摕的是自主啊尔呢，迄是为头前为台北车头摆咧到啊枋寮车头，我是摆同尾站的呢，八当摕200万是同尾站的呢。人头前早伊拢500、800、1000、2000安尼付伊呢，讲起真正有够冤枉啦！比较多真正有够冤枉，可怜啦！好好你着做你的总统，啊，管台民进党生也死，台湾人民安尼安怎？啊，你若拢莫甲插，嘛是像安尼行，像安尼马英九，你薪水减半。啊！你个几减赚几过来千万啊！照常伊逍遥自在出门，搁保护啦。像你出门，楼卡爬楼顶就爱申请啦。迄天人咧甲我讲，民进党叫人甲我讲，你讲安尼伤过头哦，楼卡爬楼顶安怎就爱申请？我讲徛伫台顶袂使，啊！得要爬起哩台顶的楼梯，干嘛落一坎落来？安尼毋是楼卡爬楼顶就爱申请？无你讲，台落一砍了，当申请字。我讲安尼，他唔对，转户我无唔对，转一边一个行动党无唔对，再多新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，80米长的退休性命甲你挂保证。来听一段你哦，请讲话。你好，你好，啊你好，嘿。哦，啊，台湾海外的乡亲，大家好哦。哦。是啊，你讲这个警察的过节吼。嗯。这个吴敦义要做副总统嘛？好，伊进到咧家属，进到有随好啊。伊的头壳，因为我拢伫遮咧生活嘛。哦。我有当时啊，一礼拜拢过几啊撮就对啦。哦。下骹拢一个警察啦。哦。伊的大楼的下骹拢叫一个警察咧顾啦。哦。啊，即马阿边啊，总统叫提调伊嘛。无啦，头咧即卖都拢无啊，你煞听无？你啊看人因，啊你啊看人因国民党个立法委员怪外妖修，啊。这个阿扁总统的权，下任的权，所有的财务拢规个拢甲你取消伊呢。哦，啊，民主进步党今仔日过半，问啊，在这个反渗透案，这个若无过，我咧怀疑免选啊，我无骗你啦，叔啊。有你好。这个若无过哦，嗯，干那馆长叫伊600万的少年啊，哦，嗯，讲恁卖等啊，伊就死啊，伊拄啊规盘哦，嗯，我拢呼伊啊，拄啊。
拄仔我变废物啦。好，有你。哦，啊，所以现在一边一个哦。嗯。是啊。哎。应该100%爱入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来，我分析给你听啦。无啦，干那你分析都未到，你着斗鱼皮较要紧啦。对啊，你咧讲毛影啊？要啦，干那等下。有啦，咱的乡亲。要啦，即看咧，对香港车城，哦，啊，桃园什么咧，中立好，都会可以入来。遮阿叔啊、阿伯啊，嗯啊，足讲咧，大家足伟大。哦。遮的人吼，嗯，起码咧斗鱼皮，遮的人足滚下咧。我相信就对啦。哦。你若信耶稣，耶稣给你保庇；你若信不做，不做给你保庇啦。好啦，谢谢啦吼。咱这听友拢知影啊，假道友啊，虚道宣传。咱这听友绝对知影，因为听我过了十档话咧，拄我听到的，蛮感动，蛮探听，地心都好顶的人物，拜托伊敢得爱红包，敢会交头。我顶刚才召见我这助理，我资金互我面个好。我讲我久无插，即阵倒你，啊，结果有人咧甲我倒，讲即马咧助理我叫头咧，爱理不理，安尼啦。哎，讲我即马吼，你以前咧做议员，助理无请，逐工坐喺议会，拢你一个人出门尔咧。啊，即马阿无我议员，拢爱两个对出去，人就减人。我讲无够，搁请啦，搁请五个，搁请十个，好唔好？我较认真袂好咧啦，阿如话讲毋免啦，安啦。伊出门拢爱扎助理，因为拄我做伊那人呢，哦，得该款资料用啥，毋是我一个人尔。我敢若咧上节目都无咧准备啊，困一了中昼哈咧安尼，有当时啊 DJ 来甲我叫，我讲话拢叫我阿公，阿公，迄个三点到安尼，我搭爬街面洗洗咧，安尼坐咧就上节目啊啦，哦，所以空中的朋友。我绝对袂辜负咱的寄托，你这里相信我，吼、哦、啊！拜托，剩12天尔，啊，我下当就干那淡定的，啊，我迄个走也有限。像我昨昏德山圣音堂现场直播，啊，全台湾偌济人咧看，我唔知，我嘛是得爱袂使欺神骗人咧。迄底下咧去请教的，大家拢讲要转互我呢，吼、哦，可能有影会转互我啦。伊看我遮认真，迄个算安尼。时到就到啊！啊，搁走去咧讲迄个新兵话咧劝谏，昨咧讲啊，昨个我若查一个，即有哪劝谏啊？一个人五六当来，翁仔某离婚，车祸，脚腿就治，兼开刀啦。啊，我若见一个两骨较歹啦，一骨神经啦，来咧问因个，安尼哦，讲太拢袂好哦。昨上帝讲我咧起家家，总甲捏落。即群就甲捏落啊！大家讲出着啊，诶，即个因果诶来龙去脉，不好诶因果来龙去脉。伊讲你诶老爸早死，无我囝娶去嫁着一个细佬诶。恁即个细佬是菜贩啊，啊，甲你当作囝，伊有两个祖囝大汉嫁了后无囝，伊含恁老母约束无够生，讲你本房。姓蔡要改姓刘，接伊个香火，恁共应好。啊，结果无啊囝，人阮对桥后来嫁伊了后咧，后来是人改做姓刘个。啊，有一天即个姓刘个煞中风啦，啊，中风家即个财产拢规个登记互伊挂迄个菜贩啊，伫市场个菜贩啊，做骨了一当有生理，有哪交过互伊客源原债，客门原债。啊，即摆中风。啊！伊也搁欢喜河上去菜贩那边，那未成那个过一个久，牛皮出不了新芽啦。啊！怎么敌对在西桥，他妈六西桥臭火光，总甲送去疗养院，一个月20000+岁啦。送一个久总无行得到，但是钱有咧寄。伊本身重症的政府有哪有搁甲补助啊？伊出的钱总安尼寄。啊，财产规个伫里啊咧，啊，伊个老母也过身去啊咧，啊，伊搁娶呢，搁甲娶呢，娶了后，即个老爸姓刘的担面全无人下啦。啊，即个疗养院的头家敢若月底讲，无人啊，恁老爸月底交完的钱花光哦，20000+几万就甲花光，安尼尔，五六档无惊较够，总迄个连咧药资啊，拢无照常咧甲换啦。啊，都拢也无人咧看见啊，逢年过节无来。因老爸要见囝一面，遍天黄蓝，
这昨个乱讲啊啥，即摆呐，甲讨薪者你夹着看有啊。因老爸含冤拢死唔知啦，检察官验尸了，这也无人害死啊。中阮破病死，唔甘愿从直接告到阎王遐，领子一刀六人前开始复审，啊，我无离婚呐，照这个镜头，伊家己阁有哪兼中风啊？啊，昨个上帝讲讲。我先天无能为力，恁这家内事无法度通处理，因果到位，另请高明一个人甲断掉呀。这张现场去听，拢爱当高级啊做证明，这不好的证明现报啦。迄等于啊财产甲，啊伊的财产开了了，迄暗人投资几样怪，啊即摆有哪共款领政府的救济金？我因老爸不好，这个老爸继父啦吼，迄算继父啦。伊阁作夭寿，财产得得嘞，阁改倒当来伊家己阁生传呢呐。啊，所以当然就后悔交当，唔甘愿呐。啊，因老爸死，阁凊彩火化啊，就总甲捧伊人迄、那个那树刀，迄个架台啊，这长现就开因阁办迄、那个。啊，迄边若办过，互你做神呐。啊，讲来啦，我来做一挂善事啦，寄一挂安尼功德，看透会开，敢透会开。在上间开了，本事阁改掉。因老爸讲代代世世出仇不报，啊，讲我心不愿啦，冤仇要报。你出世一百遍，我就要甲你讨一百遍。啊，上帝讲看噶，此事我是无能为力，直接就甲讲开啊。这根本恁即款的家内事啊，因果恁家己去想，我袂去讨。观众的朋友。啊，比总统的这款的含量，敢有比这个较火？好，我去你绝对的，无解决嘛，让全世界的人知影啊，比总统冤枉，真啊，够有人在讲啊，比总统的虚伪嘛？昨个三个总统的记者，连啊背过来甲问嘛，讲啊，这款的贪污保外就业的人，安尼啰啰嗦，免抓入去关，啊，这是好我来立法院平，你说唔对？明仔载律师的问题，你会去？在时啊九点半到位吼，在时啊九点半来到位。明仔载拜二法律的问题九点半，